挺抱歉，这游戏很残酷，但既然玩了，愿赌服输。那我想我必须讲些真话，大家听了也别生气，当然我也不怕你们生气啊。二十一号选手，我觉得呢，从我的感觉中，你目前来至少五年以内，你不适合创业，啊，我建议你呢去找一个好的老板，踏踏实实工作五年，然后再考虑创业。他讲的是大男孩啊，这比较客气，我觉得比较浮躁，很多细节你都没有提到。我认为开学校是个很严肃的事情，也许你能赚钱，但是能赚钱的企业不一定走得长，创造真正价值的企业才能走得长。这是我的一个建议。二十二号选手呢，我觉得你人也很好，非常善良，但是你的企业给我感觉呢，都停留在口号和理念上面，真正的商业模式并没有出来。你喜欢这个看太阳，但看太阳是很难受，最重要是看太阳背后的无数的黑暗、细节、执行力以及付出巨大的挫折和失败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的想法也是一样，听了也别生气。我觉得呢，要我是你的话呢，五年以内我也不会创业，我会去找一个公司好好的工作五年。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在校门口碰到我们校长，我们校长跟我讲，马云，你到那个学校五年以内不许出来。我脑袋一拍，好，五年内我不出来。但是我没想到我分配到那个学校一个月工资就89块，后来深圳改革开放给我1200，我那时候真压力很大，92块，那边是1200。我说承诺就是承诺，不去就不去。第三年海南开放给我3600，我那还是90几块，所以我说承诺就是承诺，就是不去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五年的在学校里教书的五年，给了我无数的好处，懂得了什么叫做浮躁，什么叫不浮躁，什么叫去听别人，怎么去做，点点滴滴。你才会走出好的路来。很多人会讲到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但是我认为当不好士兵的人永远也当不了一个伟大的将军，所以每个人都得下去。23号呢，我觉得你很聪明，技术也不错，确实中小型，他讲得非常对，中小型企业是非常难做的市场，但是一旦做起来就非常庞大。商业模式我不挑战，但是我这人呢，我就感觉你心太活。我这儿要想代表王之洞开除你一次，所以我不会投你票。我希望你记住，三年以内给自己也是一个承诺，这个公司就踏踏实实做下去。因为老板怎么样，员工马上会学怎么样。在一个公司里面，你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做一家公司，你才会赢得老板的信任，赢得同事的信任。所以这个呢，我觉得你要为此而付出代价。谢谢你。再一个，因为你还年轻，80年代的人需要更多的摔打，不管犯任何事，你没有仔细反省自己出了什么。我见过我们当年一个竞争对手，2001年对话栏目上也上过，讲到他为什么失败，一个节目下来，没有一句讲到他自己，所以他说3年以后我将会重来，我说30年以后这人也回不来了，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他回来。所以我是跟你这句话，反思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3年以后你要是回来的话，我来看看你还是不是做这个项目。谢谢你。24号选手，我很感动，就昨天晚上呢，我还这个在电视上看见你的采访，然后呢我也看了你的博客，因为我今天对你的期望值还是蛮大，我希望真正的了解你这个项目从去年到今年有多大的进步。我觉得你很自信，讲话也很得体，非常勤奋和努力，投入也非常之大，但是呢在商业模式上面，我们今天确实没有看出什么东西。我刚才问的商业模式你没有回答清楚，其实没有回答清楚，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。你进入的网络打折，我觉得不是说没有市场，一定有市场，但是这也是充满红海的一个市场，你做大了会碰上像淘宝网这样的竞争者，一定要做到独特，路很长，再坚持一下。我觉得你这种毅力自信，但是我从感觉上面来讲，你更像是一个市场的推广者，是个 marketing 的头。现在我还没在你身上听见一个创业者需要的是管理制度体制的建设，当然这需要时间，1年以内我希望你能够再加努力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